我们丝绸有1万多年的历史了。从我爷爷辈开始，爷爷爷辈开始的话，我问过他们就在干10条螺。这锅螺400斤不能有一个坏的，有一个坏的全部不要了。像咱们产量每天能够达到多少？我们产量每天可以达到15万斤。在别的领域不敢说，但是在田螺这个领域，我们没有对手。 咱这个螺的话是选哪里的螺？江阳平本地的田螺，我们有自己的那个田螺养殖。